担心的就是主歌低的那块。嗯，我觉得就是因为主歌低的那块完全是收的是你的声音细节嘛，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表演，嗯，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表演，所以咱们找找这个感觉。来呗，我走，抡一遍。寡头小在钻街钻墙，温良恭俭。看到网上大家就有什么司机说你当时你感觉是觉得哎有趣还是觉得这会儿无所谓啊，啊那会儿多那会儿多大15、16，现在呢现在是摆在自我扩容，准时下课付费上钟，只令入耳头脑空空，摆好姿态。物质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就是你自己想象的，就是理想生活状态。对，你追求的工作完了，然后下午去逛逛街，找好朋友转一转，反正郊区有山有水。这个房子，青涩感，青涩感。这些你觉得呢？你接我喜欢后边那个，就是沧桑一点。但是赖赖唧唧那些，我就前面这个词。阵阵暴雷，三千烈风，一壶白银内心中。想过让别人会感受到什么吗？对我来说，那种第一反应，有点进攻情绪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我难。如果有人说你造的，差不多可以，都可以。何必伪装有限的你？有什么想表达的欲望吗？在音乐上面？这得问江湖神经官。江湖神经到底是谁啊？流浪野王的表亲。